command.观众您好，欢迎收看本频道，请帮我们按赞订阅。前几天在基隆市，一个国民党议员吕美玲对着民众呛声你讨打，真是让小编的白眼翻到天灵盖。国家有军队，有武器保护自己国土，天经地义，难道吕议员您靠擦拭蒋公铜像就能捍卫家园吗？不料吕议员在受访时竟然还脱口说出，如果中华民国不照顾，就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照顾基隆人，真是吓死宝宝了。怎么有人领台湾人民的血汗钱，内心这么恶劣？到底是吕议员嘴快，还是你潜意识就这样想呢？事态扩大的情况下，吕某在晚间向国民党提出退出国民党，这样简单就离开了，枉费党如此栽培你长达二十几年呢。然而这时就传出民众党向他招手，还是他本人要加入的新闻，正是好戏在后头啊。号称超越蓝绿的柯文哲党要回收你讨打的烫手山芋吗？真令人喷饭，不收白不收，小编共请柯主席您就收了吧。感谢收看，欢迎免费订阅。